奇怪。哎，这不是张老师吗？你是？你怎么这么快就把我忘了？我儿子可是你的学生啊。好像不记得了，再说我也不是。哎，我是你啊，刚好有我儿子跟你的合照，不信啊你看一下就知道了。给我喝看。现在想起来了吧，我公司就在楼上，走一起去喝一杯茶吧。以后记住了，女孩子出门在外千万不要让你的水和饮料离开你的视线。嗯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刚才救了我。不用谢，来，这些钱你拿着，这是他应该给你的，下次出门呢注意一点。美女，钱掉了。奇怪，哎，这不是张老师吗？你是？你怎么这么快就把我忘了？我儿子可是你的学生啊。我好像不记得了，再说我也不是。哎，我是你啊，刚好有我儿子跟你的合照，不信啊你看一下就知道了。给我喝看。现在想起来了吧，我公司就在楼上，走一起去喝一杯茶吧。